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选择 LinkedIn Showcase Pages 展示页面，可以突出你品牌的特殊一面，特别是它与你的产品、业务等相关的一面。超过 90% 的专业人士将 LinkedIn 列为他们寻找专业内容的首选平台。今天 UEShop 带你了解 LinkedIn Showcase Pages 展示页面是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优化它。 LinkedIn 展示页面，你的 LinkedIn 展示页面将显示在主要业务简介的关联页面部分下面。即使有部分用户没有关注你的商家页面，但展示页面为你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，让这些用户来关注你的品牌。如果你的公司想要发挥主动性，宣传推广一些特定的产品，或针对特定的受众， LinkedIn 展示页面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如何设置 LinkedIn 展示页面？要创建 LinkedIn 展示页面，你首先需要为你的企业设置一个 LinkedIn 页面。以下是如何从你的企业账户创建页面的步骤。一、登录页面管理中心。如果你拥有多个账户，请确保使用你想要连接到展示页面的相关联账户登录。二、单击管理工具菜单。三、选择创建展示页面。四、添加你的展示页面名称和 LinkedIn 公共 URL。 五、上传你的展示页面 logo， 并添加一条标语，确保在每个步骤后单击保存。六、在页眉中添加按钮。